这边啊，你看啊，你要怎么拿行气呢？像你这弱，你看啊，它差不多跟这边嘛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嘛。哦，就你走的时候，你要走到走。有时候如果你写这边，你从这边开始啊，它会歪。就你看这边写，然后这边你的这个无。看到吧？哦，大概跟着这个，有时候会写这个字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啊，这个你觉得它自然这边的话，那你这个雪啊，它很重啊。哦，刚才我讲，刚才讲重新去比，你也没办法做到100%了，有人呢？现在是说多少的问题了？8%对20%，有人呢？100%啊，也是不可能的，对啊，我们没办法做到这块，雪霜，你看这个已经是。轻啊，轻松，松，不，低一点啊，如，你看，你一下去这边走的时候啊。你要走到了，如果你走到这边，它还没办法，要走得够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，这个是这边的啊，这边不如草。地，如果你看，基本上你看你维持它整个那个线条差不多的，哦，当然，如果你的那个体式。你练到你差不多的那个体式啊，它大概就是差不多一样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就是你自己习惯了啊，你大概就这样走，你也没有直接去看它怎么那个角度啊，不需要的哈。哦这边它是这样走，这样走，这样走，啊，这边走进里面。吴山川，然后这个河，你看，如果你写三个字啊，你三个手指头，大概不需要算了，它大概是15、16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和人啊，看我这个人，他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这样，那没问题啊。哦，刚好他有啊，和人重，你看一起啊，人大概是这边，把它调一下，然后这个，它的啊，平。平道，这个大概是左边，对着这边，哦，
重点，大概是，你看，好，大概是这样。你看它的这个走势啊，基本上是差不多啊、哦。其他的你看我也调，这些除了这个你看我都稍微调一点啊、哦。零啊，它这边。外，另外，啊，如果你开始啊，所以你看啊，如果你站错的话，你写你开始感觉上它开始向这边了，看到吗？嗯。开始感觉的时候啊，你很快的就可以做调整，你不要等到写到这边，再写到这边，再回来，那它立刻就那个走向就很厉害了。因为你站坐，你看了、啊，你看我这边站，我看得很清楚啊，你看到吗？它这边到这边站，这个领没有，可是这个 Y 啊，已经是这边看到吗 ？Y 啊，已经开始要跑出来了，所以你坐就没跑，没有这个意思。你因为这个关系啊，你就可以和它调了。哎，在这边左边，你看，你看到吗？我这边回来，这边已经回来一点了，这样变成只有这个稍微快，可是它没有那么明显了，哦，稍微调一点，啊，长风。长风这个书断它是左边，好、哦，然后开始调了，所以它就没有那么明显，啊、哦，如果你没有调的话，它会更厉害。金，金，东，金东，富，富，富利，很重，富利春，贵跟他这样没有关系。进，进，香这个香没问题，香可以拉。如果你觉得还可以把这个拉长都没关系。哦，这个香啊。他到这边唱，本来到这边是可以的，香白是这样的嘛，这个耳朵啊，偶然他会拉，这个拉长也没什么大碍，但这个是拉的太长，到这边还可以，就算你不拉也可以，可是如果你这边你不拉的话，它空的比较多了，所以你稍微拉一点，其实到这边就不错了、哦、因为这边已经差不多了，对。讲得太快，不塞灯了，要拉了你。啊，不过它基本上可以啊。香，琴。啊，不过你想你写这个上去，琴当然没问题。哦、啊。所以其实还是需要看的。
行。那个情更确。啊，不，又开始找了，不干，我还是习惯这个了，好，习惯这个不干，问。